我的那些图已经在 LINE 正式上线啦，那还没购买的可以赶紧去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嗨，米拉桑，こんにちは、我是ちももです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录我们的700订阅 Q&A 啦。好，下一个问题是。不用多说了吧。啊，第九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用真名来取呢？两个字，方便。下一个问题是未来哦，我有未来吗？好啦，未来哦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我现在现今年17岁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我身高哦，我身高170171。啊，下一个问题是1200，我觉得会有点困难，先达到1000再说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会，但是跑酷跑很烂。那第十五个问题是，那我剪辑软体的话就是威力导演跟乔影。那现在都不用微导演了，现在都用乔影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你说。那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希望你喜欢，以及订阅、点开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在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